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花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品花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，今天来到了6月9号星期三小周末啦，甜心老师让大家继续的数钞票，继我们的星星三天飙出了两根涨停板之后，轮到了我们的敦泰咯，我们的敦泰哈，说到了我们的敦泰不得了了，无人不知无人不知不晓，大街小巷人人都知道敦泰，敦泰啊哈，谁发行敦泰，我们的甜心老师在五字头的敦泰就已经告诉你了，敦泰好棒棒，敦泰好强好彪哦，虽然长得很慢，但是让你赚得很过瘾啊，还记得我们的敦泰五字头的敦泰就给你咯，五字头的敦泰飙到了 247.5， 飙出了385个百分点，股价翻出了 4.8 倍，而这一次机盖哦，这一波我们的敦泰又从170飙到了248，有恭喜45个百分点呢，股价再创波段新高，也是历史新高啊，哇，轻松啦，开心赚呢，红包越来越大包啊，真的耶，飙股上下起手，左右开弓，就是赚赚赚赚赚啊，不止敦泰哦，你今天看到哦，欣欣向荣的智新、是金鸡独立的金居，也越走越高啊，好好赚哦，红包越来越大包，嘿娜，慢慢推赚的多，是的，慢慢涨，大家通通赚得到啊，能无啦，开心啊，轻松赚呢，赚钱就是要这样啊，真的轻松赚，开心赚。上礼拜我直接在节目剧透嘛，直接告诉你三雄背起来，有哇，背起来很有钱赚呢，对呀、背起来好好赚哦，对呀、你可以看到星星，哇、星星就是不断的走高嘛，是啊，你可以看到哦，星星我跟大家强调哦，它是满手订单的公司哦，而且。
杨梅厂的发展速度比预期来得快，而且它是三家公司里面资本支出最高，那个订单的能见度啊，到年底的公司啊，哇哇哇，持续缺货，是啊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只要是成长的公司，嗯，你千万不要预设股价的高 点，有没有？它是不是就是慢慢推，慢慢推，啊，慢慢突击，突击，突击，慢慢突击，突击，突击，好恐怖哦，不知不觉哦，就是。越赚越多啊！嘿呀，越飙越高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今天的大盘，嗯，有今天你看到是跌的了哈，是啊，109点。嘿娜，好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哎呦，好弱哦。妍希老师，我又怕了呢。台股在这里横盘第八天了，哎，到底要横盘到什么时候？当谁？到底要当螃蟹当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端午节还没到啊。哎，对耶，我跟你讲，近期要赶快。进场，近期绝对要赶快进场。哦嗯，端午节之后啊，万一往上冲的话，我怕你手上的没股票，心情很差。是，来看回来啊。好，今天你看到大盘很跌，你会担心，你会害怕。嗯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的跌是弱中带强。为什么？哦，你今天要把结构看清楚。今天有一些半导体已经领先出头了呢。嗯，什么叫半导体领先出头？你看联阳3014联阳，叮咚。亮灯涨停板，你看6223的旺系，哦，有没有？叮咚涨停板，你看我们老朋友3169的雅系，也是叮咚涨停板，还有老到不能再老的通家3588，也是叮咚涨停板。我就跟你说吼，电子股你一定要注意嘛。哦，今天整体的跌幅啊，电子股的整体跌幅已经小于非电子股 哦，这个是好现象。嗯，而且有些股票已经领先冲出去了嘛。再绕一句，我提醒大家，在我记得在月中我说后，这一波半导体是领先修正的嘛，领先回档嘛，嗯，那我一直跟你强调，半导体的产业真的有这么差吗？你千万不要认为回档产业就受到影响。嗯，没有这件事情哦。所以我是不是在五月中的时候，我一直提醒你，我说晶圆代工，现在产能是缺到爆，没错，嗯，你就把台积电拿出来看，哦，我们台积电老大哥没有涨，没关系啊，问题他资本支出有改变过吗？没有改变哦。对啊，我未来三年要花3000亿扩充资本支出，哎，我现在就是告诉你，我长多的趋势不变，但是我现在在这边以盘代跌，拖拖拉拉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我教过技术面拖拖拉拉就是最强的走势。是，没错，我可以拖拖拉拉以盘代跌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嗯，这样了解吗？清楚明白。再来，你又看到，哎呦，消费性电子产品啊，像电动车啊，半导体的升级应用是全面性的，哦，不是说单方面的哦。举例就好了啦，你看现在是4G 转到 5G 的过程，那我说过。电源管理 IC 的用量 ,5G 是 4G 的两倍。嗯哼，电源管理 IC 哦，wow, 这里要注意哦。嗯，射频元件的需求 ,5G 是 4G 的2到3倍。嗯哼，啊，传统汽车的零件需求过去半导体大概40种嘛。嗯哼，但是电动车以后呢，半导体要用到150种。哇，来小总结。是。换句话说哦，这几年半导体的需求，嗯，在未来几年都不是问题。对呀，需求非常大。大增呢，欸，这个概念哈，我记得我在五月中的节目已经提醒你了，嗯，你都可以回去听。然后呢，接着我就告诉你，欣欣向荣非常漂亮。欣欣向荣哪一支？8081的智新啊。所以你去看，你把智新的 K 线打出来看。嗯，智新啊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，老公司、老牌公司，我不用多说嘛。呵呵，但是你可以看到，从妍希跟你介绍，就从五月中，你看它股价是195、193，这样慢慢推，啊，慢慢推，对的，200、210、228。没错，是不是慢慢推，慢慢推，突击嘞，突击嘞，突击嘞！我最近有跟你换改口说别的股票吗？没有哦。啊，有没有慢慢涨？有，有没有让你通通都赚得到？任务啦！啊，慢慢涨才赚得多啊！当然喽，啊，慢慢涨，我估计。那个节目天天讲，我都已经事先剧透了，是不是？我希望大家都赚得到。当然咯，你不要理他。哎呦，好公司股价最终反映企业获利吗？你看哦，智新拆开财报来看，嗯嗯，今年第一季非常亮眼，但是第二季呢，我们需求是递延的，嗯，而且近期又是疯狗浪。对，所谓疯狗浪就是疫情啊。呵呵，好，再来第三季，记得吗？我昨天提醒到你，现在的电子要即将步入传统旺季，然后第四季呢，一堆电子它要去备明年的存货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下半年是不是都是电子的旺季？是啊，哇，
电子的旺季即将出来，那我们再换句话说好了，好好好，那现在是不是最差的状况已经过了？哎、欸，是呢。重复一次哦，是不是最差的状况你已经过了？没错，要迎接曙光了。所以你看到智昕呢，五月的营收已经年增五成了，嗯、再次创历史次高了，哇，已经是财报之优生。是啊，但是妍希早就提醒你，你财报之优生看谁、嗯？看敦泰就知道，对的，看陆海就知道，没错。你看敦泰今天创新高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再看财报之优生，智昕也是财报之优生，今天也是慢慢一推推推 推高嘛，是的。那你再看陆海也是财报之优生啊，没错，这一波陆海六天飙出了六根涨停板，我们是不是很轻松？轻松赚财报之优生，你看回股价不就是涨不停？对啊，飙不停。但是你有没有在关键时刻跟着妍希做关键的动作？很重要。我月中讲到现在，没错，我月中讲到现在，我告诉你产业面，我告诉你基本面，现在告诉你股价最终反映企业的获利。那你现在看到不知不觉啦，股价从195这样推到228了，好好赚哦，好恐怖哦，真的好夸张，就变态呢。我就跟你讲哦，行情就在你不知不觉中产生，行情就在你半信半疑中后产生，行情就在你半信半疑中，我们的敦泰又创历史新高了。对啊，所以喜欢哦，跟着妍希哦，低档布局，低档卡位，好公司的好朋友，赶快跟上哦。也唯有专注产业的老师，自然能够把标股看得非常的透彻。你从标股的身上，你可以发现到老师的专注，老师的用心。我们的敦泰从五字头飙到了247.5，这一波又从107左右附近飙到了180、190、200、201、202、203、204、248，再创历史的新高。而敦泰就是标股中的标股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喜欢甜心这样子底部进场买标股赚标股的好朋友，就赶紧跟上喽！快进广告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继我们的星星三天飙出了两根涨停板，股价再创新高之后，轮到了我们的敦泰。我们的敦泰讲到了敦泰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大街小巷都知道敦泰。老店老卡马在敦泰是三米郎，好，敦泰就是3545的敦泰，打给龙仔五字头的敦泰，就是甜心老师给大家的。五字头的敦泰有没有让您领先市场布局，领先市场更超越法人来布局我们的敦泰？而敦泰在上一波就飙出了385个百分点，股价翻出了4.8倍。您没有听错，一档的敦泰股价就翻出了4.8倍。而这一次即改敦泰就从170左右附近飙到了180、200、220、230、240、248，这一波也飙出了45个百分点，有没有让你赚得很轻松？今天股价再创波段新高，也是创历史新高。前期的标的就是这么的厉害，前期的股票就是这么的标，持久力耐力超强，挂上了金顶电池，挂上了 turbo， 股价就是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。而在五月份，有没有告诉您该收资金要收资金，该有动作你要有动作，关键的时刻做出了关键动作，你自然红包是一包接一包，标股是一档接一档，金居你也赚得到，智昕也很好赚，敦泰、大田、陆海、亚博、优胜、星星等等这些标股，老朋友、新朋友有没有让你一直赚？想要标股一档接一档，获利一波接一波，赶紧跟上喽！02-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，华冠投顾。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，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。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，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，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拨智慧热线02-6630-3237，6630-3237。
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 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股市甜心 Light 置顶，您会了吗？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，现在快速教学60秒。苹果手机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往右滑，出现一个图钉图案，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。如果是安卓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长按对话框，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，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。置顶就是这么简单，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，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啦，赶快置顶吧，精彩节目开始咯。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你会发现到甜心专注产业，把好的公司，把财富的绩优生领先市场告诉您呐、啊，他们的股价呢就是波波高，波波高，波波高。你拿我们的敦泰来说好了，五字头的敦泰，你光光看全市场谁在五字头的敦泰，就告诉您了，只有甜心老师。所以呢，甜心老师是超越法人，也超越市场，更是领先市场，更超越巅峰啦。我们的敦泰。老师，上一波我们的敦泰标出了385个百分点，股价翻出了 4.8 倍，再加上这一波股价从170飙到了180，再涨到了190、200、201、202、203、204、248。老师，这样这一波这样子加上来，再加上45个百分点，好可怕哦。对呀、啊，股价不知道翻了好几倍去了。我发觉我从去年讲到今年，是啊，都跟你讲一样的股票，真的都会背了。我就说节目要认真。一定要在五月中大盘在回落，我再跟你讲敦泰是五月中大盘在回落2500点，我告诉你找财报绩优生，我告诉你敦泰本益比十倍都不到，没错，便宜到爆，便宜到爆，好好赚哦，轻松啦，对呀，好啊，那你近期你看一下哈，台股已经涨了2100点嘛，那涨了2100点在这里是震荡，可是我昨天就一直提醒你哈，先千万眼光要放远一点，电子股的旺季是即将到来，是啊。那现在即便在这里震荡，其实你要知道会吸引什么中长线的买盘啊？我要看的是什么？年底我可以大赚特赚嘛？是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到电子股的比重，成交比重是慢慢回温，慢慢的，这不就又媚举到老师之前跟大家讲的，电子股是先回落，科技股、半导体这些先回落，先回落会先反弹，没错。好，你眼光放长一点啊。好，那你再来看来哦，我近期的，你看星星是不是也是赚？是啊，智星。放着放着到今天的突击突击了一样是创近期新高嘛，金居也是啊，慢慢涨涨不停啊，是不是让大家都可以轻松赚？当然轻松赚了。所以我说你不要一直去看指数，你看到指数你又害怕，是指数这边就在整理啊。那但是呢，你永远记得当整理盘，台股一定会有整理盘，不可能天天涨，也不可能天天跌，没错，整理盘只要回归个股的基本面，你只要在整理盘去挑什么营收好的，对的，产业前景需求非常大的，它的股价会有一定的支撑力道，你会发觉营收好的时候在整理盘的时候大盘往下跌，它不大会跌，是啊，它可以不要涨，没错，我说它顶多不涨，它涨得慢而已，哎跌哦，他可以不要在这里冲出去，不要在这里聚集太惹眼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可以慢慢推啊。哎，当然啦，那盘面的电子比重一回温，我就冲出去了。哎，所以像你看敦泰就知道啦，对的。你看陆海、看金居、看智星，都是这样在涨的、啊。没错，他们就长得一样哎。我从五月中讲到现在啊，哎呀，所以行情就在你不知不觉中。是叫推突击突击突击，所以赚钱怎么会有人知道？赚钱不用你知道啊，偷偷的赚，稳稳的赚。对啊，点点嘛谈。对呀、啊，特别散呐、啊。所以啊，我说过，行情你一定要把握。不管任何的盘势，妍希都是尽力在帮所有的朋友们赚钱。没错、哦。好，就来了，你可以看哦。现在整理盘，我告诉你，你看到今天那个金居是创近期的小高，你又看到欣欣向荣又推出去，又创近期高，有的你。又看到敦泰创历史新高，那我问一下，好、哦、今天盘有没有涨？
没有涨哎、欸，结果妍希都在讲一样的股票哎、欸，真的耶！所以我就跟你说哈、嗯，老师有动作的时候，有关键动作，你要赶快到身边，就像你把大盘 K 线敲出来，嗯、这很重要。五、嗯、月一开始我就说这个盘啊，要先蹲后跳，是因为量能不具足的话哈，它要先整理。嗯哼，好，先蹲后跳呢，该收资金你要收资金，叫你不该赔的不要赔，我帮你避开风险、嗯。我常讲。你今天厉害的老师是、欸、看到风险还会帮你锁金库，嗯哼，没错，我们可以在回落的时候动作少一点吧，对的、嗯、我公司看好对不对，我即便公司看好未来产业前景看好，但是呢个股不同调，会因为盘面上急跌的回落2500点受影响，所以涨势不连续，所以我可不可以动作稍微慢一点，买慢一点，当然可以啊，这个是很细的东西哦、嗯、好，所以呢我跟你说不要赔的你不会赔，所以你这一波你避开了，当你避开以后到了月中，对、嗯、月中了，是啊，告诉你差不多要反弹了，没错，哎呦差不多要反弹、啊、要抢钱嘛，嗯，那我告诉你什么，金居啊，对呀、啊、会提醒你自信啊，有的、哦、你看今天慢慢涨又创近期新高了、欸、没错、嗯、那我一直跟你强调吼，好公司都变便宜了，是的，你一定要去找财报绩优生、嗯、没错，我拿敦泰嘛，我跟你讲敦泰讲多久了，好久了，敦泰这一波我们就讲这一波，我不要讲说去年 4.8 倍嘛、嗯、你就说妍希我是今年才听你的节目的，好没关系，今年五月回落的时候永远记得我就是在跟你讲敦泰，有是不是股价从170、193、210、240，今天248了，一波涨幅45%，老的朋友都知道妍希是从去年讲到今年的，今年、啊、好，再来呢、嗯、我又帮你接陆海，陆海强不强，海军陆战队强啊，哇他太会飙了嘛，是的，六天飙出快六只涨停板，我告诉你陆海今天没有什么动对不对，但是你看到跟他合作的世纪钢，世纪钢我讲过吧，哎有有有，世纪钢今天叮咚亮灯涨停板，所以好公司我节目都提前预告啊、哎、是呀，我没有跟你拖出去讲过啊、哎、没有哦，我早就跟你讲陆海是跟世纪钢合作风力发电的嘛、嗯、有有有，对不对，你看他今天也叮咚亮灯涨停板，所以震荡盘像今天的整理盘只是再次验证妍希的实力而已啊，我都从事先跟你讲嘛、嗯嗯嗯、好，你看到陆海，你看到世纪钢，来你再看到什么大田、嗯、大田我年前给你，你已经赚一波了，有的年前是60%嘛、嗯、好，我一直跟你强调高尔夫球是当然不是只有这家公司、嗯嗯、我只是举例这家公司他今年是没有淡季、嗯、高尔夫球四大公司都没有淡季、嗯、好，那你看到大田这一波，哇124、139、155、167.5，哎呀呦，又35%了，好好赚呐、啊！所以你光看哦这一段哦，大盘是涨了2100点，我一直跟你强调，该有动作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动作？嗯、当你该有动作的时候，你跟着妍希动作、嗯，你就会发觉，哎呦，金居怎么这么好赚？是慢慢涨也是赚，也是赚呐、啊。资金呢慢慢涨也是赚呐、啊欸。对啊，那敦泰呢？从去年涨到现在很慢呐、啊，赚到疯掉了啦！从去年一买，大家都说妍希、欸、你的蹲台好慢哦、喔，长得好慢哦、喔。我一直跟你强调，你看它是牛，我看它是黄金嘛，金真的好会飙啊！对啊，你想买台积电，我叫你买蹲台嘛。对啊，长得很慢，现在你从来不会有人跟我说蹲台长得慢了、欸、啊，蹲台好棒啊！大家都改口了，老师你的蹲台真的好强啊！哦，他的战斗力十足。从去年飙到了今年、欸，从去年打怪打到今年，真的、欸，而且股价一直波波高、波波高、波波高，一直涨、欸、啊！那你看哦，这波回落，敦泰、大田、陆海、优、嗯、胜、亚博、是新星，哎呦，赚不停呐、啊！不就都是带你底部低低的买吗？是吗？买在后大家都皮皮刷的时候啊、嗯，结果啊，有没有发觉你现在回头去想，嗯、是皮皮刷的时候，或者是说你觉得没有行情的时候，哎、欸，结果跟着妍希后就是稳健获利、哦、是。稳健操作，有买在低档，我们可以涨得慢一点没有关系、嗯嗯，因为盘面现在就还在整理。哎、欸，但是你一波看下来、嗯，我说你要看的是看一波嘛，当然、啊、不是看一天两天，一天两天涨跌有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没意思，看一波嘛。嗯、你看敦泰从今年看到去年有没有意思？嗯、有意思、啊欸，好有意思哦。问题是谁带你赢在起跑点？只有甜心呐、啊。问题是谁51块就带你买敦泰？只有甜心。问题是谁50
11块叫你买好买满，只有甜心老师，这是重点嘛、啊、你买得到低档，你买得到底部，往上想赚多少不就由你决定吗？没错啊，来哦，这里我要提醒大家、嗯、听好咯、嗯、你现在看到盘面是震荡整理对不对，是，可是妍希提醒你哦，即便涨了2100点、嗯、还有很多的族群才刚开始要涨，好呢，连接器啊、欸、连接器可以用车用、嗯、用在车用可以用在笔电，这个要注意，好，再来呢板卡显卡要注意、嗯、啊，讲到板卡只要老粉丝都知道、嗯、是我就先卖个关子，那大家要记得哦，该动作的时候要动作，是，那想要跟上的好朋友就把握现在咯，前老朋友来，今天盘拉回，甜心的股票涨不停飙不停，创高的创高，创新高创历史新高，我们的敦泰就是了，让你老朋友新朋友一直赚，还有刚刚甜心老师提到了连接器这个族群啦，想跟着我们标股一档接一档赚的好朋友们，赶紧电话拨通跟上就对咯，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今天盘拉回，但是你看到甜心老师给您的股票有没有继续的狂奔，继续的狂飙，让你继续的赚？你光看我们的股票来，敦泰，你拿敦泰就打趴了一堆人。敦泰去年五字头，甜心老师就给您了五字头的敦泰，只有甜心告诉您敦泰好棒棒。即便是一档子，你说敦泰老师涨好慢哦，你回过头来看，敦泰是不是最飙、最猛、最棒的？敦泰一波飙出了385个百分点，股价翻出了 4.8 倍。而这一次，基盖近期五月底到现在，股价就从170飙到了180、190、100、200、210、220、230、240、248，也有45个百分点的涨幅。股价不止狂奔，股价不止创波段新高，更是创历史新高。以及老师给您的金居有没有很好赚？智新也创小高，还有我们的陆海，即便是今天没有涨，但是老师告诉你，陆海跟世纪刚合作，直接把股票裸露点出来，让您通通都能够赚得到。世纪刚给那里叮咚亮灯，攻上了涨停板。老朋友、新朋友有没有让您一直赚？所以，亲老朋友，想要买标股赚标股，请您指名认证甜心老师；想要买到市场当中最强、最猛、最标的股票，请您指名认证甜心老师。最专注产业的老师就在这里，而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还点名出了这两个族群你要特别的留意了，连接器这个族群还有板卡这个族群，想低档卡位，想买想赚的好朋友们就赶紧电话拨通跟上咯，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，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，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0，63032370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